化学阉割如何实施，又有什么作用呢？据报道，化学阉割不同于手术阉割，不会切除有关器官，而是通过内分泌进行治疗。其医学药理是将雌性激素、抗雄性激素或性腺刺激激素抑制剂注射入人体内，使其失去性冲动，同时不再勃起。它有注射和药丸两种方式。据英国《太阳报》，一次治疗至少需要3到5年。在瑞典、丹麦、加拿大等国，化学阉割使得性犯罪者被释放后再次实施性犯罪的比率由40%降至5%。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，化学阉割并非绝育，并且停止治疗后将不再有效。但是，化学阉割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，包括骨质疏松症、心血管疾病、抑郁症、贫血等等。也因此，化学阉割一直以来备受争议。尤其是1952年，英国著名数学家艾伦·图灵因化学阉割自尽身亡，使得各国对于化学阉割愈发谨慎。历史上第一例化学阉割发生在1944年。现如今，化学阉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。目前，美国至少9个州、英国、俄罗斯等诸多欧洲国家，还有亚洲的韩国、印度，也都允许化学阉割。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